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有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有卡位的人。哇，今天如同预期，台积电猛爆了，带动我们的台股直接跳空大涨喷出了。这所有的一切我昨天都讲完了，那么你有没有准备好所有迎接大财富的一天？今天当你看到直接跳空大涨，嘣！其实啊，大家要感谢的是护国神山。护国神山今天真的直接喷出，最高点来到1100多块。由于护国神山的喷出，使得大盘今天盘中最多哇哦飙了好几百点，不管是600点也好，500点也好，但是中场哇，涨幅很可观，433点。我记得我昨天有跟大家讲到过台积电的法说的状况。昨天呢，我上节目的时候呢，我又把这份台积电法说的状况直接来提醒大家。我说第三季获利这么多，年增 54%， 季增 36%。那美股的一个 EPS 呢，达到12.54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成绩，而且创历年的新高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走势呢，我昨天也预估了，这种呢是有人呐、阿多仔啊，在那边三心又二意的给它卖出来。但是今天呢，反而呢这样的一个走势啊，爆喷之际呢，也是阿多仔的杰作。但是刚才各位有看到，今天台积电大涨，因为由于今天开很高，所以中场没有收这么高，因此台积电今天出现了一根黑 K。那么各位有看到我今天的标题，很简单，一大早如同预期直接猛爆，我手上呢有很多的股票呢都是直接大喷出，我当下就照我的规划做收钱的动作。当然很多人呢会利用今天爆喷的格局当中开始去追股票才有信心，我却跟各位相反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行情你要准备好，标股你要卡位好，不是等到爆喷你才想去追，然后呢下跌的时候去卖股票，那每个人这样永远都不能当赢家。但是我今天优良的示范，到底我今天一大早卖了哪些股票。首先我先来与各位分享，这就是赢家的风范。那么在卖股票之际呢，当然啦、鸿海我今天怎么做，广达我今天怎么做，而我盘中转进什么样的标股，我稍后都会讲。但是呢，这两档股票我必须先拿出来。第一档鸿海，小胖卡开出来，大家都知道，珊珊跟各位昭告，小胖卡就是卖一半的意思。那么还有一只大只的，也是小胖卡开出来。这个小胖卡呢，那就是广达哦，小胖卡。那么小胖卡卖一半的意思，那各位都知道，不管是一半还是多少，那么非常非常的可观。光鸿海第二只脚 167.5 到今天211，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广达也从280几块一路告诉各位，结果今天喷了哇，直接喷出。那今天我一大早呢做了一些动作，当然我会员非常的开心，但是同时间当中呢，我不止呢开了这两台的车子，还有呢两台是全部开运钞车。我也先跟各位分享，运钞车开出来全部倒光一拳，另外一台全部倒光叫做金财。如果你看到今天爆喷才去追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尾盘这都不是我一大早就处理掉了，这个呢盘中也处理掉了啊，那我把钱转去有用的地方。到底我转哪些股票呢？我稍后跟你说。但是有一档啊，了不得了、哦、老师这个全什么动，就是这一档，来看一下全什么动、哦、来，大家填充填好了没？全什么动，来，全自动、哦、来，很多人在问我全自动是谁的、我先让各位看一下全自动。全自动呢，我10月16号跟大家讲，商机来了，钱财就来，欢迎各路英雄好汉赶快来卡位。那么凹洞开始滚量，你绝对来得及，千万记得不要帮主力来抬轿，也不要帮我来抬轿。昨天
再跟大家郑重昭告，这档股票你要上车还来得及，赶快来预约，赶快来收获。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呢？我让各位比较一下喽，哦，看这里就好喽。哎，有不一样的告诉我啊，这个了不起的，好，就停这样就好了。我让各位去看一下，我昨天还在讲这档股票，商机来了钱财就来，要收获要快。那天也跟各位讲要收获要快，结果呢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，就今天了不得了，嘣！哇！这档股票我先预告一下，下周一一大早还有机会上车，因为我讲过凹洞到滚量，主力吃货不会告诉你，但是我非常精研这种形态组合还有主力的动态，所以呢我能够事先跟你讲，赶快凹洞滚量，凹洞滚量，要上车要快。结果今天嘣来这里，所以呢我先跟各位预告，这张股票下周一最后上车机会，因为只有一个原因，商机来了钱财就来，也很有可能越到涨停越买不到。嘘，不要告诉别人，要霸占的赶快。好 ,OK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个大盘。我昨天有用口述来跟各位说，我说这个大盘呢就以 K 线的高低来论强弱，今天很显然直接蹦上去了啊。今天呢这根线比较特殊，它叫做跳空上开的大阴线，因为直接很大嘣上去了哦。但是今天开的比较高，收成没那么高，所以呢是一根黑色的。那么在昨天呢，我这张资料没带来，但是我跟各位说，以前一日的高低点来做关键价，就是这个，对不对啊？那很简单呐、啊，我昨天有特别跟大家昭告，我说呢这个盘势呢，要以台积电还有呢 F 四哦来做盘势的强弱度，那么今天很显然直接就崩就上去了哦。那崩就上去呢，当然啦、啊，今天就猛爆了哦。那猛爆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先来复习一下，今天直接跳空大涨，这二十大排行榜呢，总共我们统计一下是涨457点，哎，啊，中场涨433点。换句话说，秘密在这里，上市跌的加速比较多。而 OTC 老早就翻黑了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，所以指数呢要大涨，没有 F 四，没有二十大排行榜还真不行。希望大家爱护台积电，不要再念台积电，没有台积电，台股还不能这样哦。它是我们的护国神山。当然呢、啊，昨天这种走势我有提到过哦，以这两个的关键价论上图跟下破，当然今天形成了这个状况，嘣上去的。但是请各位注意哦，今天这根线是黑色的啊、哦，黑色。昨天我讲过，没有过前高，没有破前低，但是也是一根黑色的。今天直接越过了，那么今天的形态叫中继十字星啊，中继的、哦。那么呢，下周一给各位关键价这两个，自己好好记下来。几个重点提示：昨天晚上的美国的 ADR 台积电呢，它是一个大飙涨的，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台积电法说带来非常惊艳的、哦、那么呢，台股的一个台积电呢，今天直接飙了一，直接飙到价格是1100最高点。那么指数跳空喷波段高2373，但是指数大涨 ，K 线是黑的，因为早上开很高，嘣哦。所以呢，这代表一件事情，高档调节力道比较强啊、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来到这边呢、啊，哦，这边前面我这个箭头这个地方啊，前面是高点，所以这边相当呢有一些的压力。那部分的股票呢，开始开很高，就有人给它卖出来。当然，我一大早也做卖出的动作。那么请注意的，下周一头过身就过，断脚必中出。因为今天开这个是很惊艳的台积电，使得大盘这样一个走势。那么下周请各位注意了，头过身就过，断脚必中错。必中错有两种，一种到底要不要回补今天的空方缺口，一个是跌的比较重、哦、那盘中我再跟各位说，今天我有照昨天的承诺，在盘中一大早又po好几张图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时候呢，加入粉丝网，赶快把这个 QR code 扫下去，好不好 ？OK 啊。那当然啦，这个台积电呢，我们现在看它多惊艳啊，实在有够惊艳的，来来来来。这个我昨天讲过了啊，那今天呢直接是这样，那注意了、哦、台积电今天最高点1100，那下周会不会再过高？但是今天这个形态呢，它是属于高空夜行，因为我们大盘还没有创新高，但是这个台积电是历史高，
哦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形态呢变成高空夜星。那么高空夜星呢是属于一个弱势讯，所以下周一必须化解。如果没有化解呢，我再跟各位说会怎么样。那最好化解，那化解会怎么样呢？我也会跟你讲啊。那继续来收看，这个时候呢来看一下，万般耕耘未收割，今天我做到了，谢谢。小胖卡开出来哦，小胖卡开出来，那个红海呀、啊，我先翻最后一张给各位看一下。第二只脚，谁能够笃定告诉大家，就我何三。第一只脚，我也跟各位说，低档爆量，眼睛睁大，低档爆量，赶快吃货。来到这边，我又跟各位说，赶快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要买要快。结果呢，从这边到这边，哇，涨到211。我今天出一半持股，不管买到这边，买到这边加码单，得得得得，都好一大堆。买到什么部位的，我都跟我会员讲，一路买上来，今天全部出一半啊，这就是我的做法。今天波段高211，为什么我要出一半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各位从这个箭头看我的游标直接过来，这里啊，当时这边跳空下来，这边当然是有压力，所以今天来到这个相对这区块当中呢，我也会做预防的动作。今天谢谢老天爷，谢谢台积电能够呢使得这些股票直接猛爆，那猛爆就是我要收割的啊、哦。那我今天呢把它卖一半了。那么请注意哦，从这边到这边涨了43.5。那么请问你手上有红海的，或者是有现金的，要注意我的动作，因为全市场最会做红海的就是我何三。那么今天卖一半持股获利落袋，下周要注意我的动作，我要再把那一半买回，还是全部卖掉？请你一定要密切注意。所以呢，这个股票呢，来来回回一瞬间呐、啊，如果你之前没有卡位，今天红海的飙涨，今天广达的飙涨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。今天呢，说实在的，要谢谢台积电。那么，我也非常谢谢大家认同我的选股，我的操作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啊，我希望大家每天在台股都是胜利的一组，所以呢，我把它取名叫台股万圣节胜利的胜。你不要来捣蛋啊、哦！我直接给你半价。那为什么要给你半价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来庆祝哦，感谢台积电，因为台积电是我们的富爸爸。汇齐直接买一送三，买一送三，你不要来捣蛋啊！白金会员再半价给你，那么今年汇齐全部算33的，所以谢谢护国神山，你们跟我有缘。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来努力，因为今天你也不得不佩服我这档呢，不管是全自动，从这样的一个走势到这样的走势到这样的走势，希望下周一你还来得及参与。那么红海也感谢能够让大家可以跟我削那么大一票，从这个167.5一直到今天211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参加的，全体三三家族一定有红海。你买到这边，买到这边，买到这边，买到这边都一样，全部出一半。所以我的会员通通在赚大钱。下周注意我的动作，到底要买还是要卖？这时候又关你的荷包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好好想想，你到底要不要拿出这一次最有利的一次的好机会？要，赶快过来，进广告，马上进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。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把握当下，抓住机会。我之前一直给大家我的座右铭 Seize the day and seize the chance。 不管是8月份、9月份、
到了十月份，你有没有努力，有没有收获？如果到现在还没有，真的最后两个多月要年底了，一定要努力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。八月份这些大家都记得，我合三的杰作，这个是有凭有据的，大家可以从八月一号一直看到现在，每天去倒带我的节目，这些都是有凭有据的。九月份这些有凭有据，但是这都已经过去了。十月份大家最记得的，十月七号给各位的资料，还有我的操作，这些有没有都在里面？当然这一档什么东西啊，全自动，要好好把握。十月七号拿到的红海一拳一特，我都讲过了。那你有没有把握？我不知道。当时这一份的东西，我先前就跟各位讲，一样看一个 news， 你的动作是什么？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融会贯通是最重要的。每个人看过就看过，你也不会买，没有用。但是鸿海一七零、一六七，或者是一八零、两百，今天二一一了，那这就是财富嘛，对不对 ？Money，、okay、没有赚到的赶快努力了。讲到鸿海啊，我必须跟各位讲，今天小胖哥开出来卖一半，那这个过程呢、啊，都。大家都记得了，我只是问各位，当时一六七点五这天你在哪里？当时跌停板，所有人在骂台股，所有人在骂鸿海，所有人在骂台积电，所有人在骂广达。我叫你赶快，你不要。七月九号，全市场在追鸿海，我全部倒光了，就如同今天直接爆喷，我卖掉一半，很多人去接，为什么要相反？所以我能够当赢家，你不能，所以你要复制我成功的经验。当然这段过程走过了啦，那走过我才有资格跟各位说避开暴跌波的风险。这个七月九号全部倒光了，全部倒光，来到这边我才有资格请你们再捡回来。那这一路上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这样子一直来到今天长成这样，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反驳我，你只能好好的珍惜我，跟我一起来努力。注意我下周到底要全部把鸿海卖掉，还是要再把这一半买回来，注意我的动作。当然这个时候呢，来这个大值得，连这个大值得很牛吗？没有哦，牛到让你赚大钱啊。来来广达小办法开出来 5.6 万张，一大早我就卖一半了。我的动作刚好，你也很多人去追啦、哦、啊，我是一大早就卖一半，因为爆冲啊、哦、一大早量就很大，要看量价结构。昨天很荣幸荣登300元俱乐部做手。295你在哪里？这天我跟各位说287低调扫货，那、啊、你不要我也没办法，从这边就好看收盘价就好，看收盘价307跟295，很简单道理，笃定赚钱、okay、当然不是买那么高了。那这个10月15号我跟各位说，我卖了一个股票转这个都还来得及，会涨的股票你再买它都会涨，不会涨再矮你买都没有用，好不好？好，16号嘣上去了，17号嘣303高点啊，荣登300元俱乐部。结果今天呢，哇直接爆冲，好卖一半，为什么？也来到这个压力区了、啊、所以 我做股票是有策略的，不是赚很多我就要卖，我当然是要看这些现形，看这个结构。那我今天卖一半316的高点，你看今天最高来316，那我从这边买到这边，你看涨了29块，还牛吗？不会哦，有钱赚不会牛，今天量很大。那么今天这个属于中继大黑十字，那我卖了一半，那注意了，下周我要继续把这一半买回还是卖出？不管你有这档股票还是有现金，赶快跟紧我的脚步，不然你漏死掉了又没得赚，追高了又帮人家抬轿，杀低了又刚好愁眉苦脸，注意了。还牛吗？不会啦，你说啊，早知道你要好多只，赶快努力。当然啦，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设备股、材料股相关的，我都知道要把握。之前跟你们讲，没有不要理我嘞。那、啊、今天运钞车开出来，一次到光，不啰嗦。昨天记得10月11号，我跟各位说，这张股票叫连续多星。我说后续亦有大行情，欢迎预约霸占，这个样子。这叫本间 K 线的珍贵形态组合，主力吃货的迹象、嗯、就停这个画面就好，不用动。
结果我说主力还在吃货，你要赶快进来。结果呢，昨天我就猜了，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的告诉我。结果昨天猜到就精彩，对哈？就今天怎么样？爆冲啊！爆冲！哇，这么大黑的、哦，对啊，又来到这边相对的一个压力区，所以全部卖光，全部卖光，就量倾巢而出。赢家是这样做的啦，赢家是这样做的。还没有爆喷前邀请你来吃货，邀请你来吃货，邀请你来吃货。结果我昨天已经公开了，就今天让各位比对一下，哇，大阴线，哇，一早全卖光了。从这边到这边就好，这一段就好。这边不是每个人都有买到，这边是比较多人买到。26，好，我妈妈去买零食，运钞车开出来。我会员今天很开心呐、啊，收割了啊。然后当然，还有一台运钞车，我要讲了。这档呢，就是我给大家那个资料，我也有做，它叫做一拳哈。这个我要卖要买，我都有跟你们讲啊。所以我仁至义尽了。今天运钞车开出来，当时我把它取名字叫拳头很硬，对不对啊？10月8号啊，拳头很硬。我说呢，这张股票。低调吃货，赶快来预约吧。结果呢，哇，这边卖了一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就从那边涨卖了一半。结果呢，后来呢，我请各位来预约，再买回。结果公开叫一拳，对不对？结果呢又涨，叫中继十字。结果呢，16号再喷129.5。那么为什么今天要全部卖掉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两天没有过高点，有没有发现？两天没有过高点，本间 K 线操作就是这样，所以全部卖光啊、哦。那全部卖掉呢？那欢迎大家来预约下一次买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张股票的基本资料我留给各位，有拿到的都知道，我讲得很清楚啊、哦。那这个题材还在，但是问题是啊、哦，这个股票要来回的灵活的操作有没有在这里面？那么呢，你有这张股票或是有现金的来预约，我什么时候要再买，好不好？涨到这边也20块了，所以今天我们会员很开心，成市场上最大的赢家。当然，这个时候我卖掉买哪一档？大家有看到这个标题？很简单，3013成名店来，哇，高调扫货不低调的啦。我卖那么多股票，那么多钱啊，全扫了，高调扫货，结果市场上的大脚全部挤爆我家70000张，哇，还红 K 哦，今天很多股票是黑 K 哦，大量黑 K， 这张股票是大量红 K， 哇，之前我也做好几段，对不对？这边卖掉，然后之前 也做好几段，今天啊、哦、卖了有钱买进了，你们看这个量啊、哦，大脚喜欢我家，你去谁家都没有用，这有一个很好的题材。这个 GB200 这个机柜哦，这个以后有空再解释了。所以呢，给大家很简单的话，商机来了，钱财就来。羡慕我的吧，钱很多哈、哦。那要注意哦，下周一、下周二我怎么去做鸿海，怎么做广达？那么呢，关于这档股票啊，还有没有机会要买啊、哦？赶快注意了，今天喷成这个样子啊。那当然啦，今天有一个洪家军的这个细光子，你们也没办法反驳我啦。主力总是能自己来拉，啊、嗯，自己来拉，拉成这样，好，1.4万张，这个过程我都讲过，昨天就在拉了，今天再拉一次，好。那这时候呢，我直接看给各位看到啊，昨天这个样，我之前从这边买，对不对啊？今天哈，从这边涨到这边，刚刚好44块，五妈拿去买零食。那么这根线请注意的哦，中继大黑十字，此波高250。下周我会卖掉，还是我要再买进？请有现金的，还有这档股票，密切注意我的动作。当然，这档股票我希望你不要再猜了，这个全自动啊，就已经告诉你它会自动的了哦。这档股票呢，商机来了，钱财就来，这样，这样，结果今天喷成这样。今天只有一句话告诉大家：下周一早最后上车机会，有可能越到涨停越买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请各位好好把握这个方案哦。那有缘分的你就把握，没缘分的我也没办法。你不要捣蛋，我就给你半价，庆祝这个行情这样的一个爆盆。那这个，请各位赶快利用这时候呢，赶快call me。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